之前講啊，其中一隻污染物係二氧化硫 SO2。OK， 二氧化硫點產生啊？點解無端端有二氧化硫嘅啲污染物入邊？因為你個燃料入邊有硫喎，一燒咪出二氧化硫咯，實有噶啦。OK， 咁二氧化硫點樣測試啊？最底嗰度，哇，又係嗰張紙，即係咩啊？嗱，二氧化硫去反應咧，變 SO42 啊，又係呢張二氧化還原劑啊。咁佢喺下邊全部都係放電子，我揾上邊嗰啲 partner 攞電子嗰啲，有顏色變化，你唔好騎騎嚟攞個銀證啊！嗰啲未必反應到噶，攞邊個啊？有嘢，邊個啊 ？SO2 點測試啊 ？SO2 係最尾嗰個。我知道啊，呢個嘛，咁上面呢度揀邊啲啊？快啊！嗱，放電子啦，二氧化硫還原劑，咁嚟將臭水棕色變模式啊，呢啲酸化高敏酸甲紫色變模式啊。SO2 變乜嘢啊 ？SO42 多咗啊嘛。OK， 咁我見有同學寫變亞硫酸啊，亞硫酸錯噶，因為你數氧化數，定咩氧化數點計啊？啊，99%以上 ，H 係正 ，O 係負二啊嘛，喺啲化合物。如果元素嘅零啦，係嘛？咁所以呢個 S 正幾啊？啊，負二負二加埋零 ，S 咪正四咯。呢個咧正一正一負六加埋零啊嘛，一加一加四減六咪零咯。咁所以正四去正四咪真係冇變過咯。表面上多咗個氧，實際冇變過嘅，因為佢又多咗啲氫啊。嗯，所以係變 SO42 啊，可以話氧化有幾難啊？誒，嬲到你聽下頭麥啲咯，忍唔住啊！下頭麥啊嘛嚇，堂堂都麥翻一啲，咁唔係點啫？係咪？努力啊 ！OK， 即係完全空白咁啊，真係攞命。有啲同學啫，有啲同學好勁，我都見到。呢度兩個 O， 呢度四個 O， 咁唔夠 O 加水啦，加幾個啊？兩個咁啊，左右都四個氧啊，四個 H 唔係氫氣啊，酸嚟嘅，因為我反應見唔到佢起泡。啊，我照抄兩個氫氣都話見唔到佢起泡咯。你倒落邊個起泡？冇起泡就即係唔係氫氣啦，可以嘛？咁更加冇可能原子啦，原子咪核反應，一倒落成個核彈咁爆啊，冇啊嘛，咁咪 H 正咯，可以啊？啲邏輯推理一下啫嘛，跟住左邊數電荷，左邊零，右邊負二加四，正二，電子加喺右邊係啦，兩粒，可以啊。跟住 Br 二變 Br 負啦，一定噶啦，冇其他可能性噶啦，兩個電子加邊度啊？等一陣，呢邊，嗯，左邊兩粒咯。OK， 咁所以總方程咧，測試二氧化碳加臭水總方程就咁唔使乘大倍數，加埋佢啦。咁頭先我見到有同學一開始嘅扮勁係咁喺度寫喎，跟住最後錯曬，好有趣啊！啊，而家啲細路扮勁同我哋當年嗰種扮勁真係唔同喎，係咪？個個都以為自己奧巴馬，喐啲嘢出嚟演講，原來冇料到講埋啲嘢啊，唔係中性啊！你成日以為雨水係 pH 七係錯㗎，點解啊？因為空氣中有二氧化碳，唔係污糟啊，係二氧化碳溶喺水會出乜嘢啊？碳酸。咁所以一般正常雨水大概係5.7嘅，咁為之正常啊。OK， 寫低，因為二氧化碳未溶於水。寫埋條方程，咁所以啲雨水要細過5.7咧，個 pH 值先係叫酸性啊。酸性嘅壞處咪即是酸嘅反應咯。我哋酸嘅反應學過啲乜嘢啊？又要嗰張紙啊？誒，打橫發言啊，大聲啲喎，即係咁樣打橫。
酸嘢反應為呢堆咯，可以吧？咁呢堆即是乜嘢啊？落到地面遇到金屬，咪將啲金屬溶咯。有咩常見嘅金屬㗎？我哋人類用緊鐵啊、鋁啊、砷啊，但係銅啊當冇反應啊，可以啊？因為銅真係冇反應㗎，活性低啊。如果你水喉管用銅做，跟住啦，銅鹼會中和，咁我哋又日常生活有咩鹼㗎？真係見到喎、啊。牆啊，牆入邊嗰啲係石灰，石灰係 CaO。OK， 頭先嗰類係金屬嚟嘅。咁仲有牆入邊嗰啲，或者大自然有啲碳酸鈣，即係大理石或者雲石，大自然有噶嘛？嗰啲中雨洞啊，乜乜物物嗰啲咪碳酸鈣咯。咁主要係呢三個啦，可以嘛？咁同酸反應啦。Okay， 好，嚟啊，填翻啦。嗱，第一個，第一個啲生物嘢咧，考試我唔會問嘅，亦都費事益你啊。咩妨礙植物生長？酸雨之前講過兩隻氣體形成啊，唔好搭二氧化碳啊。二氧化碳嗰個當正常嘅，除非森林大火燒到。好多二氧化碳，嗰啲係當唔正常，正常空氣中嗰啲二氧化碳唔當酸雨，酸雨應該係 SO2 溶落水出乜嘢啊？係啦，加埋亞硫酸啦，跟住 NO2 溶落水出乜嘢啊？梗係唔係就咁加埋啦？咁加埋冇 H2 NO3 啊，記呢個圖啊嘛，出乜嘢啊？2:1亞硝酸。硝酸唔使抄啊，隔離嗰版有嘅。OK， 所以酸雨咧，其實佢個負離子咧有三個可能性嘅。咁所以費事煩咧，不如一次過寫 H 正算啦。咁啊唔使寫個負離子咯，可以嘛？啊，好正負交換。OK 啊 ，Jo 咁樣出乜嘢啊？二氧化碳水咯，咁呢個咧係出嚿鈣啊嘛，咁勁，鈣二正啊，咁樣佢由固體變咗 AQ 水溶，咁啊即係侵蝕咗咯，一個固體啊，俾啲酸乸到變咗水溶啊，唔侵蝕咗咯，係啊，另外頭先嗰個石灰 CaO 寫埋一隻嘅。身體唔夠鈣，又好窮喎、啊，點算啊？係啊，舐下埲牆啊，啊，或者含住啖醋再舐下埲牆咯，因為啲醋酸性噶嘛，留喺你條脷咪酸性，跟住舐下埲牆咪溶嗰啲石灰，咁啊變鈣二正咪可以入咗人體咯，咁或者食下粉骨咯，咁平，喂，真係信啊？喂，你人體嗰、那個？鈣二正可能唔係枕鈣二正咁簡單噶嘛，可能有搭某啲負離子先吸收到噶嘛。啊，有啲嘢講嘅簡單啦，實際嘅唔係未必一樣咁簡單啊嘛。唔通胃痛又吞粉筆啊又酸鹼中和啊，係咪？但係最後粉筆啲色素可能刺激你個胃喎、啊，最後痛得犀利啲喎。啊！好，繼續啱啊！我行過見到啊，出氫氣啦！有冇傻仔寫鐵三噶？鐵二嘅呀，唔會出鐵三啊！咁啊，點解啲窗邊會生鏽？窗邊生鏽咪有空氣水啫？嗰、那個又另外一件事，最多係快啲生鏽，因為快溶出咗鐵二，咪容易啲生鏽咯。啊，可以嘛 ？OK，next、okay， 下邊。減少空氣污染物嘅方法，跟住再唔夠黑煙啦，再唔夠燒唔曬燃料啦，啊或者C10啦汽油一檔，啊
OK，SO2 啦。咦，點解有 NONO2 嘅？係點解 NONO2 啊？原因啊，因為引擎高温啊嘛，氮氣氧氣反應要答得詳細啲。引擎高温，氮氣氧氣反應出 NO 再出 NO2。OK， 仲有微粒啦，微粒即係雜巴粒，乜都有嘅嘢啦。OK， 咁我哋經過架車，有個叫催化轉化器，寫低，使唔使寫啊？咁嚿嘢咧會裝喺架車嘅排氣喉前面嘅，即係經過呢嚿嘢再出嘅。咁我唔覺意望過自己架車都有嘅。你趴低睇咯，個車底入邊有嚿咁嘅嘢嘅，因為上次俾人撞嗰陣時咧，呢嚿嘢俾人撞彎咗，啊，成四千幾五千蚊呢嚿嘢。喂，嚟啊！咁呢嚿嘢咧？發生咩事呢？喂，嚟啦嚟啦，係，佢發生嘅事呢，就係催化轉化器，個催化劑用最貴嗰隻啊，白金。白金嘅學名係金字邊做個白字，讀做撲啊，撲。OK， 咁白金咧可以將催化咧，將有毒嘅嘢變做冇毒嘅嘢，嚟一氧化碳。OK， 再加埋呢啲氮氧化物，最底嗰度寫方程啊，最底，佢有個位咧引入空氣嘅，佢有條喉咧扯空氣入去，俾啲燃料再燒嘅，可以啊？咁所以有扯空氣入去嘅話，嗰、那個 CO 反應咪繼續反應咯。燒唔曬燃料嚟汽油，繼續反應咯。自己寫埋啊，快！去啊去啊，我會趁你去廁所係咁講。嗯，係真咯。出咩嘢啊 ？N2 繼續，係蘇姐。哦，嗱。你咁諗啦，係嗱，呢度兩個 NO2 啊嘛，每個 CO 攞一個 O 嘅，咁即係兩個過去攞啦，咁咪出兩個 CO2 咯，咁一個 N 又二分 N2 咯，係嘛？啊，成條式乘大兩倍啦，所以二啊、四啊、一啊、二四一四啦，可以啊。盡量唔好咁樣寫二分啦，啊 ，CO 加二分 O2 出 CO2 啦，成條式乘大兩倍啦，啊，跟住汽油嗰個 C7H16 七個二氧化碳，八個水，哇好深，幾多啊？十四加八，廿二啊，七二一十四。四加八廿二咯，廿二即係十一個 O2 咯 ，OK 啊？催化轉化器咧，搞掂咗呢個啦。嗱 ，CO 去除咗啦 ，NONO2 去除到，咁有乜嘢去除唔到呢？啊，燒唔曬燃料都去除到，啊，去除唔到咧，通常就係啲 SO2 啦，二氧化硫，得嘛？有冇？係啦，寫低不可去除 SO2， 去除唔到啦，因為 SO2 唔通變硫磺咩？佢係唔得啊，唔得噶啦，做唔到噶啦。咁佢有啲氧氣打入去咧，就算佢變 SO 亞硫酸咁，都係有害啦，所以都當去除唔到噶啦，可以嘛？寫低咯喎，不可去除 SO2 或者鉛嘅化合物。OK， 好 ，OK， 不下堂默下呢個啦，得嘛？咁首先去問你啦，催化轉化器點解減少空氣污染？以前要寫文噶嘛，而家都會嘅。咁而家未必有九分咁多噶啦，可能而家得四分啦，寫呢段嘢。DSE 係啊，咁你講到白金就催化劑啦，
跟住有害嘅 CO 變 CO2， 氮氧化物變氮氣，嘔條方程出嚟，燒唔曬燃料，因為引入空氣呢度，燒唔曬燃料可以繼續燒啦，但不能去除二氧化硫。二氧化硫最後出咗嚟都係酸雨啦，另外鉛嘅化合物不能去除啊。Catalytic converter 电并基础的，由于铅的化合物会令到这些金属催化剂失去功效，所以这些催化变换器刚才那个为什么要蜂巢状的一个催化转化器里面，见不见到蜂巢状啊？是的，表面面积大，次次都答这些东西啦。所以这些催化变换器只适宜安装在使用無鉛汽油的車輛度使用。OK 啊 ，OK， 其實又係嗰劑嘢㗎，煤入邊，煤入邊有呢啲，有碳氫氧氮，咁即係又係 CO 啦，跟住有硫啦，係啦，有 SO2 啊，有 NO 啊 ，NO2 呢啲啦，又係呢啲㗎啦。咁其實重複重複又重複㗎啲污染物，可以嗎？啊！咁所以嗱，呢扎污染物當中有邊個係酸性啊？邊個？啱啊！二氧化硫酸性，仲有咪又係呢個咯？兩個酸雨嗰兩個咯，可以嘛？咁呢兩個酸性嘅，所以我哋會用呢個酸鹼中和啦。OK， 咁如果中和嗰陣時候用啲乜嘢？鹼會最便宜啊，平靚正啊，石灰水啊，石灰是固體嚟嘅，溶落水出石灰水。OK， 咁所以呢個就叫滴氣器呢、這個裝置。滴嘅意思即係洗啦，洗氣體嘅儀器啦。嗰啲傻仔寫調氣器嘅考試，滴氣器。咁佢嘅主要嗰個係石灰水啦。將啲酸性嘅氣體中和，前翻啦，石灰水，啊，酸性氣體中和，咁有咩酸性氣體呢？一般就係 SO2 啦 ，NO2 啦 ，OK， 咁如果焚化爐燒塑膠咧，有機會出氯氣嘅，或者 HCl 嘅，呢、這個來自燒塑膠嘅，因為有啲塑膠入邊咧會有氯嘅，會有 Cl 嘅。OK， 咁可以去除呢笪酸性氣體啦。OK， 不可去除，不可去除咧就係嗰啲溶唔到落水嘅，例如一氧化碳、NO 呢兩個都不溶於水噶，所以去除唔到噶，佢會照泵出嚟嘅。啊，如果微粒嗰啲喺個發電廠會有個微粒裝置去除器嘅，啊，過咗嗰個先。通過滴氣器嘅得嘛？咁下邊微粒裝置嗰只下邊啦，三嗰、那個。咁通常喺啲煙通嗰度裝嘅，咁嗰個裝置咧，我哋叫靜電沉電器，可以嘛？咁啊，去除微粒啦。首先要將啲微粒咧，有啲電板咧，俾你睇個 ETV 啊。灰同廢氣一齊放出嚟。環境就會受到頭先見到好多啲煤灰啦，可以啊，到嚴重嘅污染啦。佢唔可以就咁排空氣㗎。呢、這個就係發電廠裡面嘅靜電除塵器。啱時寫靜電沉電器啊，唔好跟佢寫除塵啊。佢啲中一二體啊，除塵啫。裡面有金屬板，佢哋係接地㗎。金屬板之間有好多同高壓電源連接嘅鋼線。每條鋼線都被一條金屬柱聚住，呢啲柱係用嚟敲打啲金屬板嘅。成個操作過程畫出嚟就係咁樣樣噶。廢氣通過靜電除塵器嘅時候，廢氣裡面嘅煤灰經過啲鋼線之後，會帶上負電荷，跟住就會黐咗上去接地嘅金屬板度，將金屬板敲打。可以將煤灰浸落嚟，然後放出外面收集。OK 啊，我解俾你聽，我解俾你睇多啲啦，實際知道名得噶啦。
OK， 咁我叫你填都填一兩個字啫嘛，將微粒產生電荷，跟住再收集咯。嗯 ，OK， 下邊，如果我想空氣中嗰個鉛嘅化合物，例如我而家去到非洲，發覺非洲空氣中好多鉛嘅化合物喎，咁我應該鼓勵政府點做啊？叫啲人，香港冇噶啦，啊，大陸應該都，北京嗰啲都冇噶啦，應該都冇嘅，啊。我就鼓勵個政府，喂，不如引入呢個無鉛汽油咯，可以吧？寫低有冇寫啊？嗯，有啦，無鉛汽油啦。跟住，如果空氣中 SO2 比較多，佢來自個嗰啲燃料噶嘛，例如汽油入邊有硫磺啊嘛，咁我咪係盡量嗰啲燃料少啲硫磺咯。OK， 講係容易啊，少啲硫磺有咩壞處啊？哇！我買用嗰隻燃料完全冇硫磺噶，咁如果個個人都用嗰隻燃料咪得咯？係，貴啱啊！講到最後好多嘢都係錢啊，錢作怪咯，得嘛？因為嗰啲我要去除啲硫磺油，要需要成本噶嘛。政府俾錢嘅，啊，加啲微粒過濾裝置啦。安裝微粒過濾器，而喺今年年底開始咧，亦都將會資助舊款嘅重型柴油車安裝微粒消減裝置，以減少廢氣同埋黑煙。在汽車燃料方面，香港是亞洲區率先採用超低流啊，不是超低能啊，得嘛？好，嚟咯！嗱，中三嗰陣時做嗰啲實驗啊，你要做我下堂俾你做都得嘅。究竟邊個燒出嚟多啲黑煙咧？嚟，我俾幾隻燃料你。OK， 例如而家三隻燃料全部都係六個碳嘅 ，C6H14。C6H10 和 C6H11O